老婆嫁给我吧。谁拿了刷子给求婚的呀？你还没好吗？你这么高不怕掉下来啊？在二楼好吗？摔下去顶多破层皮。这也是有一定高度的哦。刚才我在顶楼，两个腿是直发抖啊。有理，就是哪哪都好，他就是有点恐高，还有点密集恐惧症。我要是不恐高，就给你来个空中求婚了。你的阿宝，我在地上都没见你实现过。在地面太没难度了。别在高空是吧？要不然你先来一个。看得见不？看得见。老婆嫁给我吧。谁拿了刷子给求婚的呀？这是一束花了，怎么不懂浪漫呢？我跟你讲，他拿了这个刷子，谁会答应他呀？你这不是答应了吗？我那会儿年少无知，被你给骗了。孩子都生了，还能怎么着？是不是？是啊。那就现场补一个呗。那你要搞点补一个呗。那你要搞点惊喜，不能让我知道。嗯，老婆嫁给我吧。还是这一个。哎，我都无语了。老婆嫁给我吧。那拿这个是干嘛？老弟啊。傻逼。就不能来点像样的吗？老夫老妻来搞这幼稚的干活了，干活干活。但是话我到田里面摘的菜花。今天啊，特意买一桶防水，把它开关食材重新做一遍。要不然这下雨天啊，水全部都渗到那个里面的钢筋去了。不是钢筋，渗到里面食材里面，到时候会长青苔。我搅个这个瓶盖。给他倒着倒啊、哦！你咋这么聪明呢？那你以为呢？比甜甜聪明好多哦。你跟谁比？你跟甜甜比？你真是搞笑。这桶可不便宜，一桶好几百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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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呦，这地上好几十就没有了。谁让我老爸爱省钱呢？那是不是啊？你要叫人家做几千块钱呢？不要说几千，一两千可能是。这样喷一喷有用吗？有用，有用。到时候干了就形成一层湿水膜。你先不碰，我给你放下去。站远一点，又碰到你了。小心点。就刚喷上面这一圈就行了啊，底下那个喷不喷无所谓。你慢点啊、哦。小心点啊、哦。你不是恐高吗？悠着点。你能这么说说？难道真给来个空中求婚啊？别看哦，这走起路来还晃一晃的。嗯，给大家看看这里面有多高哦。现在我们到的是四层的高度。虽然说我不恐高，但是我站在上面我还有点害怕。这个手可千万要扶好。我知道了。我们要绕着整个房子这一周哦，全部喷上一遍。今天一整天估计都要再忙这一个了。今天老师给我发视频了，说田在学校跳科目三。你怎么跳的呀？要不要跳给爸爸妈妈看一眼？有没有像爸爸跳的这么优秀啊？有啊，那比赛一下呗。我想看。你怎么一脚还会这样？哦，是这样子呀。真棒！那妈妈去给你做饭了啊。想吃什么？我要吃肉。那给你煮个排骨梦。哦。排骨要不要吃？他做梦都想吃。你为什么这么爱吃肉啊？因为我是肉做的。那你弄排骨，我弄菜。包菜，我这边买了一个。弄在手机上，搁里面呗。甜甜干苦，干苦什么干？你剥这个菜，一会儿让妈妈炒好吗？我要给狗吃。狗狗跟你一样啊，都是食肉动物，怎么会吃菜啊？肉骨头，你给它吃，它连看都不看。No， 你会吗？忘记买可乐了。最重要就是可乐忘记买了。那玩意挺小的。咬我，那咬你你就打他，他是愤怒可以，他把我拖鞋都叼走了，我拖鞋只有一个脚，怎么会？啊、哦，你还找不回来呢？好可怕，跑，又把娃子叼走了。炒个排骨，再炒个包菜，午餐好。有。我老爸今天累得都睡着了，我们天天在这里作画呢。这是谁的小手手呀？我的。你的吗？山上雪草花开放，一朵
小伙子是谁？你说什么了？你香吗？我有一天懂了忧伤，想着他就会。谁都看我家伙，我表妹也住在你这个里。妈家新家哈，而且包台湾的姑娘妈肯定找到我。好，下家了，知道了。谢谢啊，我一直笑话。啊，这么大碗呢、啊？吃，我怕拿肉太好吃，你没米饭配了。你说是点肉啊？那你不知道，我是怕你。好吃，甜甜的。要我干嘛？没有，我吃这个肉甜甜的。加我一份饭。你包吃没？你忘了啊？肉。这个肉甜甜的，跟你一样。皮。嗯，这个年糕自己来。就切切的。嗯。谢谢你哦。那不吃青菜会长不高哦。啊，你刚不是说不吃肉的吗？不吃肉，他突然怎么打脸打得这么快？你看看吧，你长得更帅，男人吧。